之前，爱奇艺和恒星引力共同打造了东方幻想的厂牌系列，合作的过程很愉快。这次呢，在七世吉祥中，我们再次携手打造了彩云神话乐园这一新的世界观。我们在其中融入了很多中国传统的神话的故事，引入了无限流剧本杀的概念。我们在剧集的制作过程中吸取中国文化传统，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之美。因为我们有着不同的故事背景和不同的视觉风格，而东方幻想它是一个更具有包容性且具有更高定义的维度。东方传统与现代幻想的观念结合，它是我们整个的创作理念。我们这次特殊设定的七彩祥云特效，漫天的祥云会根据这一段的剧情以及根据我们主演的一些心情，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变化。而七彩祥云呢，又代表着吉祥的征兆，在点题的同时，其实它又能做出梦幻且浪漫的这种境界。所以我们以游乐场作为创作灵感，像过山车呀、旋转木马等等，这些让整个游乐场在云层环绕中若隐若现。七世吉祥营造了吉祥如意的欢乐气氛，通过这些有着美好寓意的祥瑞，向观众传递我们的祝福和积极向上的正能量。我们会围绕着彩云神话乐园做更多的 IP 产品，也会在整个的播出期有更多的玩法一起上线，能够让大家更沉浸式的去体验彩云神话乐园这个世界观，希望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给年轻的观众，让他们坚定中国文化自信。那我们也相信我们这次专门设定的有中国传统特色的，然后又这个七彩缤纷的世界，能够在海外掀起我们的传统文化的浪潮。恒星引力可以去携手更多的优秀的年轻创作者和年轻的行业从业者，我们一起创作更多的美好作品。